快速入门指南。哎，会有什么暗藏玄机吗？哎，拿不开呀。好吧，只是为了好看的。哎，耳机没了。哎，耳机没了。这是那个变成新型的卡针。这是充电器。它的充电器是44瓦的，看一下，对，是44瓦的。哎，给你看一下长度是多长？长度，给它看一看。长度的话，哦，按照我的，这是1.5米，不是，一米，它的长度就1米，看这个长度，1米。我猜测是1米啊，我没有猜测，是我估计是1米，1.5米不是这么短的。OK， 是一种蓝，嗯，就是这里，嘿，转过来，看到了吧？看，那我要打开啦，应该是很好打开的。当当当，进去看一下。雨蓝就是蓝色，嗯，浅蓝色，看起来这就是 vivo S12的样子了。怎么样，就是好看吗？对，1080，然后它的屏占比呢，就是屏占比啊，就这个屏幕占这一块的占比是91.04%。对，我在念，然后我在读呢。前置镜头，前置像素是2个，4400万加800万，对，它的前置是4400万加800万，就这两个摄像头，看上看好了，4400万加800万，嗯，然后呢，看一下啊，电池充电，对，它的电池，刚刚说了嘛，44瓦快充，然后电池多大呢？是4200毫安，就这个电池有4200毫安，嘿嘿，
它的尺寸是 7.39 毫米，厚度是 7.39 毫米，那就是不到一厘米，那肯定不到一厘米啊，就这块看到吧，7.39 毫米，嘿嘿。然后呢看一下重量，重量是179克，这个179克，嘿嘿。NFC， 它全面支持，但是我不会用这个功能，我就不给大家演示了。我玩手机到现在我都不会用这个，去坐地铁的时候我特意办了个实体卡，因为我不会用手机带的 NFC 什么的卡。哎，我还怕我把手机放上去然后它没有反应怎么办，我虽然不会，但是我担心，还是算了吧。它是全系列支持 UFS 3.1，这个懂的都懂，其他就没了。哦，它的跑分官方说是67万，那谁就不知道充没充值啊，反正人家就说了67万。然后哇，带那么多 APP 啊。对啊，知道吧，我听别人说的，带这么多 APP 啊，他们就是这个 APP 给他钱了，就是你带的 APP 越多给的钱越多。你看一台多少多少钱，那他有多少台手机啊，就好多好多台手机啊，他多少 APP。 哎，我数一下吧，这个都是自带的，就是 vivo 原先的。我看别的 APP， 从这里开始，从这个百度地图开始，1 2 3 3 加6 是9 9 加6 是15 15 15，没了。就是你这个手机买到了是15个 APP， 以后买到可以在评论区说一下你们自带多少 APP， 15个，6，再数一遍啊，1 2 3 3 加6 加6，对，就是15个。 OK， 没了。天玑1100要打一局游戏吗？哎，它是单羊还是双羊啊，我不知道。哎，我是放一下，就 随便搜一个许嵩。这里啊肯定会有。哎，好吧，丹阳，你听一下吧。是不是懂了，假装无动于衷，替你收拾难过。他是丹阳 vivo S12。 不过他这次我感觉比那个 S10 要好很多，尤其这个侧给手感握持感真酷。感觉呢它自拍很厉害，所以是双摄像头。双摄像挖孔的话好看吗？你们喜欢这样的刘海吗？说实话我挺好看的吧。哎，我不太喜欢。哎，如果是这样的就好了。哎，好了，我们继续来说，是来一个游戏体验。哎，那我来看一下这个先来看那个刷新率吧，比如这个90赫兹，看一下。
开游戏这里和这里有一个，就是不太好吧，应该更新好就可以了。哎，这个单向程器都没听不到了就。